来，好吧，今天吧，咱拿咱们家的这个网啊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有很多人会老会说啊，咱们家的网怎么会比别人那边的贵很多，是不是？首先你们来看看咱们这个做网的这些细节啊。首先吧，咱们这个手绳吧啊，都是给你配的是这种加粗的呢啊，还是长的啊，这个长度吧大概有14米多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网啊，一个网好不好撒啊？你看它的网顶啊，这上面这一圈的这个网线多啊。网线多的它这个网吧它才能够做到开顶，是不是？好，网的网顶是一方面，还有就是网的这个重量啊，它也是一方面啊。咱们家的这个3米的网吧，一般我们做的重量啊，常规重量一般都是做的是9斤多啊。像别那边的话呢，3米的网可能做个7斤啊8斤这样子啊。咱们这边做的是个加重，做了9斤多了啊。这个网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呢？一个是呢做这么重它好撒开啊，二一个是呢做重一点它下水速度啊它才能够更快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咱们先来撒一撒吧啊，撒完之后呢，我再拿尺子来给您测量一下，看看这个网实际开度啊。一般来说吧，我们家3米的网啊，撒开之后吧，能达到5.5米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等会儿再给您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，看看是不是如我所说啊。好，咱们左手贴好网啊，右手来抓住盘，撒网的话呢，往前推，往后摆，撞，看看，这样子一撒全开，是不是？一开到顶，看看。这个网顶都是全部打开铺平了的啊，看没？好，现在它的，我拿尺子啊，来测量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7.5米的一个米尺啊，量一下啊，还得提着点啊，没事，不管了，打开啊。放直了啊，来看看，现在这个尺子啊已经是拉直的一个状态啊，然后的话呢，来看看这样的直径，看没？来5.5米在这啊，一般我们说到5.5米，是不是？来撒的比较平整的话呢，5.6米、5.7米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样的直径，你看行不行，看没？啊，一款好的网啊，它才能撒开到有这么大的面积，是不是？如果说啊，你们在别处买的便宜货啊，能做到有这么大开面的话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佩服你们，是不是？啊，便宜没好货啊，好货还是不便宜的，好吗？是不是？